我今天准备做一个甜点，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我就从冰箱里拿出了所有跟甜品可能沾得上边儿的东西。首先把果仁放到这样的袋子里，然后就开始打它，把它敲成这么碎就可以了。偷偷的看一下。然后要把芝麻炒香，漫长的小火炒啊炒啊炒。我觉得我这里应该放一段 2000 years later。2000 years later。然后把鸡蛋、豆浆、糖还有炼奶混在一起。虽然我也不知道对不对。觉得它们可以混在一起，接下来就要打碎它们。